吧。补血。噔噔噔，召唤自动攻击敌人的冰枪，通过冲刺提高4%冲击力。退出。嗯？我真的不爱沼泽哎，小怪真的太多了。熬夜吃饭。还没死欸。欸，不能这样啊。
就是没卖枪。我球能挡吗？我不敢挡。哎呦！我试试看啊。好，不行。伤害已经造成了。记得这个洞会狂出怪，没记错的话。哦，记错了，我没记错啊，他原本会生怪啊。啊，讨厌就是里面这个啦，会中毒的，烦死了。是的，去死去死，拜死啦！哦，去死啦！不要太过分哦，我知道你很硬，不要太过分哦。这是恐怖游戏，没到了，上面这边。现在再给我第一把弩，要我怎么玩？还跳不上去，抓个鼻子，鼻子好痒。你画面卡住了，真的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怎么玩？没有啊，还跳不上去，抓个鼻子，鼻子好痒。你画面卡住了，骗我吗？你骗我？你给我骗！
威力、体力、暴击，这个好，我们要开打了吗？哦呦！坏坏，小坏坏。可是我记得，小怪怎么打？这关我真的是卡超久都没过的一关呢、欸。我真的完全忘记怎么打这关了、欸。是武器太强哦，不是我的原因，而且我血量刚刚也是比较多一点啊，我不知道这关怎么过啊，这又是什么枪？这是什么龙之锤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拿看。不习惯，晕眩强化，移动速度。你是不是网路那边讯号不稳啊？由于因为刚刚那一关，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怎么过。这一关我只过过一次而已。我们看看武器可不可以带领我们赢得胜利。威力，这个好了，伤害高。啊啦！哎，还没死哦。拿着锯子是干嘛啦？哦哦哦哦哦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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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哇！楼下这是干嘛？哦，行。哎、欸，不行了啦！我真的，这一关是我的极限了，我不会玩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！上得去吗？啊，上不去了。哦，大宝箱，
哎呀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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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需要治疗。I need healing. 上脚，脚脚脚脚脚，空线，好慢了。我们下一场又有生物了。啊！他这样很过分哎、欸。完了，我真的去了。枪！哎、欸，如果刚刚不是选这只的话，搞不好会赢哎、欸。咻咻咻！换角色，不换个角度想，搞不好就是玩这只角色，我们才能过关的建设。怎么会没有 NPC？ 饿死了。看女神，什么看女神？这个吗？然后嘞，不去看看有什么武器吗？有啊，看过啦，不是什么鞭子吗？对啊，鞭子啊，这个啊，挖这些干嘛？NPC 就这几个啊，哎，你会用这个吗？守护吗？听说接受此祝福的人可以超越自己，但人类无法超越五次以上，所以可以一直祈祷，是不是？哦，我知道啊，没有啦，有延迟啊。祝福，这又是什么啦？哎，双手武器，按什么按一？哈？威力加五十，单手，据欺骗恶魔的法师讲一场，可以召。